今天我来到卤蛋奖吃饭，点了碗卤肉饭和一盘腿裤。卤肉饭的卤汁是偏甜的那种，香气十足。虽然卤肉少了点，但卤汁的味道弥补了这缺点。毕竟这一碗也才30元台币，整体来说非常好吃。腿裤卤汁的味道和饭一样，腿裤卤得非常软嫩，快到了入口即化的程度，分量也非常十足，也非常好吃。